各位观众好，欢迎收看四月九号的观天下新闻，我是李一凡。全台抗旱大作战，新北市西区已经进入了第三阶段限水。新北市长朱一伦特地前往林口视察临时供水站的设置，还有水资源回收中心，了解临时供水站的准备，还有民众取水的状况。朱市长他强调，相关权责单位必须要确保用水安全，还有水量的随时的补充，务必要把限水影响降到最低。在视察供水站的行程上，市长朱一伦表示，现在很多社区以及民众家户有水塔或储水设备，尚未感受到缺水压力，但水情仍然相当严峻。他要求消防局必要时利用送水车，直接将一车十二吨的水灌注于中大型社区的蓄水池，降低住户的用水困扰。昨天的中午十二点前，已经由区公所设置像这个供水桶跟整个一个告示牌的设置。那我们在昨天下午十八点之前，我们消防局已经派遣所有的消防车完成加水的作业。我们希望整个社区能够有水，所以我们新北市的消防局的水车会在全市这些需要缺水的地区，随时机动性的补充这些社区的蓄水池，然后以降低民众的不便到最低。那第二个，这些定点的供水设施一定是随时有水，那有一些志工来随时帮忙一些不便的民众来提水。另外，针对需要20到40公升用水的个别用户，朱立伦则表示，新北市以临时供水站因应，但必须确保用水安全以及水量随时补充，同时也请里长以及社区志工协助独居老人、身心障碍以及行动不便的民众前往取水。我希望这现阶段是两天的停水，然后希望它的不便能够降到最低。那同时我们也希望在复水的时候，尤其是第三天复水的时候，早上6点以前，当然自来水公司是希望95%以上都能够达到用水。我们对管线末端先行加水，或先行的把社区的一些载水的工作到社区的这些我们的这些蓄水池里面，让民众赶快有水是最重要的。市府水利局表示，因应水情严峻，新北市于限水期间共设置127处临时的供水站，提供民众取用。另外，市府消防局在不影响灾防情务下，配合调派载运水源。新北市灾害应变中心也随时掌握最新限水情形以及临时供水站的取供水状况。谢凤强市府长报道。